马上就要到我们传统的春节喽，在这寒冷的冬季，世界各地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呢？首先说我们的近郊，如果你春节到了韩国，能赶上最大的冬季庆典临提冰鱼节哦。在江原道的临提郡南面湖，拥有300平的湖面、50厘米厚的冰面，放下鱼线，一拥而上的冰鱼会让你指尖发痒哦。在遥远的芬兰，你可以住在世界最著名的凯米冰雪城堡哦，完全由冰雕成的房间，床上铺上厚厚的驯鹿皮或羊皮，把自己裹在挪威特制的睡袋里，就完全感觉不到冰床的寒冷了，是不是感觉很奇妙呢？